各位没有枪啊，我只能蹲路边啊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我们的帝国，好不好？很久没有回来了，今天赶快再回来执勤。我现在身上有358万欸，在140万，我们就可以买特斯拉了，对不对？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重建了许久，因为前一阵子帝国在维修，看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警察局盖得更好啊。你看整个警察局的外观都不一样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多了这个有采光玻璃的这个石化建筑哦，整个都有自动门，里面还加了贩卖机耶，不错不错。然后这边都用这个铁网给围起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旁边一下，还不错啦，这样子防止人家会跳进来，再跳了进来嘛。好，跳不进去了。OK， 可以的。原来这边还有哦，哦，原来这边还有哦，哦，我以为这边只是一个墙而已，原来这边还有哦 ，office。那、啊、这边通哪里啊？哇，都可以开的呢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原来这边还有办公室哦。看看各位，这个就是主机哦，对不对？伺服器哦，这台电脑就可以让我们查这种犯罪的证据。厉害厉害，好高级！边有一些学长们 ，Hello， 早安，早安，请问你是哪位学长呢？魔罐头，罐头啊啊！我是学弟学弟，跟你差不多结尾啊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应该做的比我久吧？差没多久啦。哦，好的。哦，每台都，对啊，来上个班吧。啊，各位，我的他连这边都封起来了呢。那个铁丝应该算是有那种会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会刺到身上。那个叫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像有时候营区有没有？营区也都会有那种，那个叫什么爬墙虎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应该是类似哦。然后还有这种 X 光机，当当当当之类的。如果你有携带不良物品的话呢？就会哒哒哒，哎，这个警察局这样改的这样很棒哎，忘记叫什么了。可是现在有的不是放那种刺的那种铁丝，而是放直接一个三角形尖的铁。我还曾经看过有人在上面放那种碎玻璃，就是酒瓶把它打破，然后粘在上面。好，我们先换一下警察装备，防弹背心，不知道还没有改变什么哎哈。这个我也是不晓得，我身上好像没武器了哦，看来要找学长才有，没关系啊，人家在抢劫哦。快快快快！居然有人在抢劫，而且是警花在喊话呢！赶快赶快，我们赶快前去支援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现在不用打卡上班下班了、哦、太久没回来了。先去。Let's go！ 我在下面这里，人家在快快快，是千人的那个啦 ，Seven Eleven 啦。哦，滚溜溜啦！到，我们来，啊，已经抓完了。我太晚了，哇，来晚了，没事的，离开啊，没事的，离开啊，啊，各位，现在没办法，那个学长们呢，他们已经处理完了，我们就负责在这边管理这个交管哦，不然怕有人突然的跑进来加油，那就该死了，你个离开，旁边那黑色车子宾士的离开，不是你，你加油没关系、啊，加油可以哦，真的假的，加油可以吗？啊、哦！加完油，赶快离开啊 ！OK。我、哦、每一台车都下下给呢，这什么车啊？这个哦，也是迈拉伦，大家都爱买迈拉伦，加够就可以了啦。啊、哦，去别的地方加，不然等下你被榴弹扫到，你给衰。哦，我们把这边都护起来，等他们完，我们再离开，好不好？这才 RP 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要等这一个人哦。爹的狗七喜啊！啊、那一个不用管他了、哦，啊，又抢劫了，不是、啊、因为没有医护啊，这个要到有消防官的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各位走吧，你自己自作自受，在这边反省，待会上帝就来救你了。大家开始抢劫，现在几点还在抢劫啊？哇塞，我们看一下，他们专门抢超商哎、欸，那个跑车要特殊职位才可以。不是我们这种小咖可以穿的，那不开的。台风天大家就吃饱太闲，都出来抢劫是不是？这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啊？我的车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有系安全带啊，怎么会这样？
啊，搞笑了，这个我的车都比我心急如焚，更想去阻止他们抢劫了。快点，我的车！哎，我的车弄一个呀呀！我有开这么慢吗？哈、啊、哈、啊欸！而且我明明有系安全带，怎么会这样？等一下我去那边又是指挥交通的份呢、啊？我停的这么好哦，吓死我了！跳车，没有，我们本来就交通警察嘛，交通警察不用那么紧张啊。各位没有枪啊，我只能蹲路边了。我们等他攻坚，好吧？我们帮他们特写啊！我封路啦，我可以封路啦，我可以封路，我可以封路。我能做的就是这样子了。人家攻坚了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哇塞，火力好强大哦！哇、哦，你们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你要先等等啊，还没制服啊！知道。然后老江湖了。我连什么枪都没有，我连警棍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买特斯拉 Model X， 我前天在那个大同路那边看到一台，好帅啊！应该没事吧？我们去看一下，确认一下。嗯，哎呦，还没死哦！糟糕，我没有枪啊，我怎么跟他打呀、啊？怎么办？警察全死了啊！我没有半把枪了，怎么办？我要心灵喊话，里面的歹徒听着。哎、欸，拿给你买了，拜托收了。劝你放下你的武器。你买。我是谈判的，我无诈钱，你莫讲超多。哎，我没办法。好吧，那不投降。你不投降，你确定吗？你不放下屠刀？屠刀不要啦，都杀那么多人了，现在放下来没用了，对不对？可能你现在又要被杀了，你要不要放自首，减轻你的判刑？他那个德德在那边干嘛？过来啦！好，你们抢完的，给你们30秒离开。可以离开了哈，对，可以离开了，是的，好了，所以算我们输了，心灵谈判失败，好了，看来没戏唱了，拳头我进去挨枪哦，我应该找，救人哦，亨特，虽然他是我们抢劫，还是有 RP 的规则，不过你因为这毕竟不是真实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得有一点那种相关的规则去对应，所以。有时候大家会酸说啊，不是抢劫，怎么样，不进去又怎么之类的，那没办法，这不是真实的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则这样子。你们在抢劫啊？对的啊、哦！加完油赶快离开。抢劫至少先切来一户啊。OK， 我知道有枪啊，刚有人给我，不知道谁给我，忘记了是怎样，大家都跑来这边加油啊。谢谢。不会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、哦。等一下哦，对啊，不能太硬啊，对，真的，这个游戏就是不要让游戏体验变不好这样子啊，但是又有那种好玩的规则，这样才有那个感觉。好啦，加完赶快离开哦。哦，都是开这种法拉利的，没事了。先生，我这边告诉你一下，我把这收一收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我觉得不要开可以看 ID 的，因为开了之后，其实我会觉得，因为我们职责比较不是在。你是阿杰吗？不是，离开，离开哦，这边有案子，离开。没事哦，离开哦。因为给你们这30秒是给活着的。哎，离开，嗯。这个是检察官啊。哦，拍谁？只能跟你讲说，不办，就是被镇压，被哦，他上面有零五啦，活着的就是可以逃、哦。好啦，看来要没事了，哥，我们又可以去来找找看有什么交通上的问题，或是他有新增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就去看看吧。交通警察本来就不是这种职责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哪需要分配那么多那个部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跟着他们拍拍照。好，想干什么？快点看，是因为现在在开直播，所以大家都不可以这样子，不然早就冲过去了。看直播找人是大忌，不要害阿杰再上靠北版了。不会啦，不太会上了，现在很少玩 Five Friends， 不太会上了。